那像这些，如果我觉得太暗的话，就把它撸开哦，撸开撸开，哼，局部保留，局部保留，局部弄开，这样就很像有那种，因为毛还是一条一条长出来的嘛，所以会弄到它很有层次感。要把那个感觉做出来。所以我书法是有点像按着我的刷子，然后这样去像抹地这样子。需要的话，你想要加须须也是可以的。涂一层白色先，因为这里主要都是白色为主，只有它影子的地方才是有点灰灰这样子嘛。这样子也可以做很自然的 wet on wet 的效果咯，那种扁扁的。这一边头下面加多一点比较重的银子，应该是比较突出来吧。这是比较水的颜色哈，因为我不想 overdo，尤其是黑色，黑色一上去如果太重，要改就很难了。这里有那个头的闪出来的 drop shadow，给它的边加那种线条的重名字，很细，一点点就好。眼睛的那个高光哦，如果不小心盖，就拿白色盖就好。Thank you.
所以除了做打底色之外，我这一张之后做细节都是用原刷，因为我们需要就是有粗细粗细的那种效果，尤其是你下笔这样子，打个比方说这样子下，有粗细的效果。因为如果你是平刷，你是一个就是一个长方形，要不然就是一条线吧，所以我们不太用得上那个，除了做大面积以外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圆的嘛，这样子的一个圆筒形，所以你可以跟着它的形状去刨。像如果有画质的白哦，如果保留它对你的话是有加分的，那你就可以保留它了。因为这也是地方，反正都要加白色的。如果你可以保留画质本身的白，这样就保留。以后画水彩也是这样子。就它自己连着的那个狗穴，都把它做出来，再稍微加深一点，更明显。有时候画里面的影子说有多黑有多亮这些东西，可以在画里面去调整，说我这个暗，我稍微提亮一点或者加一点。可不可以让画面更加好看？可以去想这种问题，来决定你的黑够不够黑，的亮够不够亮，可以这样子保留还是不可以？OK，因为背景跟这个手，它的颜色、它的灰度很相近，要注意一点就是背景它，我们可以让它简单一点的配色，就是纯粹的黑加白。But for 那个熊，因为我们知道还有蓝一点红，所以你这样还是分辨得出来的咯。
那久那一点，因为有影子的关系，又有那些红色啊、绿色的，所以我会先把那个灰色的底上去先。不要伤害后，大概中等的透明度就好，看得出有一些变化哦，暗面的变化。